就催放吧，我本人对他也很愧疚，但是你看看他那样，刚从牢里出来，撺掇白杨跟艳阳搞对象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这白杨跟艳阳什么关系？里面什么事他不知道吗？我看还得给他送回去。这件事吧，崔放的确是做的不对。那我这边呢，我怎么做呢？我也会。 自己权衡利弊的，你先别生气了，消消气儿吧。哎，哥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听我的，千万别头脑发热，听着没有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样，我先回家去看看白杨怎么样了。啊，快回去吧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 是啊，洋洋。怎么了？爸妈，我头有点疼，肯定是前两天饿的，抵抗力下降了。洋洋，一会儿你吃完饭啊，早点睡觉，感冒就是要多喝水，多睡觉，知道吗？嗯嗯。是啊，今天晚上就别复习了，早点睡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睡了啊。你吃饱了？嗯嗯，那就睡吧。行，那今儿作业就别做了啊。嗯嗯，早点睡，睡眠好了咱就有抵抗力。嗯，早点休息。哎，对了，爸妈，那个待会儿睡觉的时候别打扰我啊。 我最近你们一吵，我就醒，一醒就睡不着了。好，行，我们不吵你啊，你睡吧，躺下吧。那我们也吃完了，那赶紧收拾，让孩子睡觉吧。嗯，好好好。嗯嗯。哎，妈，嗯，姐。
今天就别洗碗了，怕吵着洋洋。好啊，明天再洗吧。妈，来，洋洋，晚上要是不舒服，随时叫我们啊。好好好，睡了啊，睡吧，快睡吧啊。吃了药睡着了吧？哎，艳阳！哎，艳阳！白羊哥，你终于来了！你怎么出来了？今天我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爸今天不知道抽什么风了，就忽然让我吃了一顿饭就放我出来了。你呢？哦，姑父跟我说你找我有急事，我就溜出来见你了。那还真得谢谢你姑父了。他真是个好人。哎，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这不是好久都没见了吗？然后我也是想跟你一块儿学习，跟你在一起学习，成效特别好，而且特开心。哎，对了，艳阳，咱们这得说清楚啊，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高考。如果高考失败的话，咱们前途就毁了。而且今天那个高考状元跟我说，咱们这种高中生最容易误入歧途，所以说等考上大学以后。咱们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机会啊！我知道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知道你很快就要高考了，咱们现在要是闹腾的话，对我不好，也对你不好。等你考上大学，我也考上大学，到时候咱们就自由了。嗯，哎，那说好了啊，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学习，什么都别想了，其他啊。知道了，咱们赶紧上去吧，同学们都等着呢。嗯。睡觉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不行不行，安心。妈，妈，妈，你看见白羊了吗？啊？什么？白羊不见了。会了吗？这次你当然会了，有你教孩子不会吗？好，那说好了啊，咱们这次什么都别想了啊。知道了，白羊哥。那休息吧。白羊。白羊，妈，白羊，你过来。白羊，你在干嘛呢？干啥呀？